既然有巡逻犬的优势，找个信号枪还不是轻轻松松？真的吗？今天就挑战一下用巡逻犬找到信号枪才能捡物资。哇，三机甲，记住它的位置，等会回来取。哎呀，侦察到人了，最怕这样，现在见人就得聊。这狗这不暴露我位置吗？这时它有点碍事儿。敌人好多，再找不到信号枪就完蛋了。话说我是不是来错地方了？歪城有可能存在信号枪吗？嗯，幸好巡逻犬能帮我提前发现敌人，否则现在生死难料。干啥呢？跟我走啊，想罢工啊。哎呀，不好，有人，肯定听到我的脚步了，要完。 Oh no， 信号枪快来，撑不住了。真的郁闷，这挑战不太好完成啊。再来一次吧，上次失算了，这次选择机场，信不信分分钟找到信号枪？你在想屁吃？什么鬼？这么肥的西斯楼就找到这点东西？另外两个直接光杆司令，完了呀，兄弟们，出货率太低了，我怕是要废废了。只剩最后两个关键的地方还没搜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加油，奥利给！我真的是很少有这么倒霉的时候，信号枪没有就算了，其他物资也少得可怜，只剩这里和高架最后的希望。这狗好像坏了，咋什么都不显着啊？我去，哇塞，天无绝刃之路，天不亡我呀，哈哈，山穷水尽疑无路，这就来了。捡枪捡枪，捡物资捡物资，翻身当家做主人了。哎，刚刚这信号枪巡逻犬都没提示，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岂不是我可能已经错过好几把了？坑啊，这坑货不如洗洗睡吧。哎，那不是无人机空投吗？太棒了，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。别墨迹了，快把空投丢下来。我了个去，它冒烟了，不是吧，这玩意还能打炸？真的能，第一次知道。哇塞，还能这样，肯定有很多人不知道吧，以后他再墨迹就打他。Nice， 极品大狙，太幸运了，等会儿再发射个信号弹，我真的是无敌了。 Nice， 刚刚不是还有一个狗吗？把它激活了，帮我找个八倍镜。是我的狗，跟我走。哎呀，不是吧，不知道几个人。完了兄弟们，是一车，本大人先走一步，告辞。Please, no, no! 这他喵的逗我呢，千辛万苦找到信号枪，顺便还捡个无人机空投，一枪没开就凉了，我心态崩了呀。